们，你妹妹叫我北海生的鱼啊，这种鱼啊我都还是第一次见到，你们晓不晓得那个啥子名字？今天白白喊我给老关弄啊，老师哪也过来扯点儿，你们说啊这个鱼啊常弄才好扯啊，走我们先帮忙争取。哎呦，你在写啥子哦？哎爷，你回来了，我要整弄鱼啊。这啥子鱼？我从来都没看到过啊。这啥子鱼？我也不晓得。这白白老管你啊。我儿呀，今天我给你买点你喜欢吃的肥肠回来。嘿，这白白说啥不过是饭，我真不晓得这个鱼咋弄。你买了肥肠嘛，就跟着我肥肠去了噻。要得，我看白白说了话，肥肠挺可以的。要得，你喊白白早点过来啊。要得。清水把鱼皮鱼骨浸泡15分钟，现在把肥肠洗一下，加面粉白酒，再使劲刚揉捏一下，洗去表面的粘液之后翻过来撕去多余的肥油，再加白醋白酒多清洗几道，开点小蒜来吧，再给挤干水分的鱼皮鱼骨码味，加鸡精味精盐姜葱水，炒成黏糊状，再加三个灰鸡蛋，再加点红色粉，再搅拌均匀，锅中浇水，然后下肥肠，加姜葱，白开香叶桂皮，干黑椒花椒，料酒，盖上锅盖下烘了半个小时，再把卤好的肥肠盖到锅中浇水，水开下配菜穿一下，锅中加油，再加入猪油，加姜蒜米，怕生姜怕海椒，也撒豆瓣，也把火锅底料，炒香过后浇水，水开过后下肥肠和鱼骨，然后下鱼皮，再加白糖醋，鸡精味精，花椒油，然后倒起来，爷爷吃饭了，来喽！哎呀，妹儿，你个肥肠鱼弄得好香哦！哎爷，这白白他们不是说过吃饭吗？咋还没来哦？那是一会儿来呀、啊。哎呀，好安逸，又香啊，又嫩身，好吃。你真是好嫩啊，真安逸。嗯，好吃。嗯，还没吃饱的噶？没有吃饱的。真是安逸这个鱼。啊，好过瘾啊！哎，不行，我现在把白羊们喊起来都好一点。要一个哈家门来嘛。啊。